这是垃圾箱，有注意，人不要进去，不要在旁边被垃圾箱砸住。然后这是可以回收的，这包括各种瓶子，各种纸啊、塑料啊，这都是可回收的。这是有编号，这是这个回收的公司电话，网络可以看一般，这里面都是纸板啊，纸板不是卖了，是要回收了。这边是上的有锁，有一个杠子直接把它给锁住了。然后这是擦车擦的，两边都有。这边这几个都是上的有锁，看，停在这路边，一边都是在路边停着，在这个店的后面，这一排是像上海什么餐厅啊，这个东西都在路边停着，然后到时候车可以过来回收。回收的话，它这个门得打开。门打开才能回收了。这边是健身房，周末可以来健身房锻炼锻炼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中国正在过春节呢，春节半个月。这是也有骑自行车的，纹身的比较多，美国这边。这是自行车，你看它的高配的，上面有包，有这个电子锁。它的车轱辘被偷的比较多嘞，